夫人，不如明日我带你去军营走一走吧。你呀，就知道带我去军营。我们陈塘关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吗？那夫人想去何处啊？不如我们去上顶村。我记得哪吒曾经在那。夫人，又在想哪吒了。我们的哪吒不在了，他再也回不来了。不，我觉得哪吒他总会回来的。将军，夫人，将军，夫人，将军，何事如此惊慌？小少爷他，啊，小少爷他，他怎么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去看看。回来了，我的儿子。